所以知道看到越南航跑报道这件事，透过网络资讯曾经在班上实行，后来到越南教育一带的这位老师是王权。在询问这位老师后，得知胡志明台湾学校不像我们小学图书室有丰富的课外书，所以想借由牧师到越南的活动搭起两地小学的友谊的桥梁。秋千上有种幸福叫做年轻，彼此的约定，做对的事情，然后再用旗帜来证到不可思议送书到越南脸书粉丝专页。